赛罗哥哥刚给你买了奶茶。谢谢乔妹妹，正好我口渴了。誓死效命贝利亚大人，誓死效命贝利亚大人，贝利亚大人，赛罗已经被我抓来了。你做得很好，格力乔，我很满意。贝老黑，你真是太卑鄙了，竟然把乔妹妹黑化，还利用她来骗我。赛兔子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战力实在太过强大，就是因为你的存在，我破坏世界的计划总是被阻碍。贝老黑，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相信光的人们一直在支持我，只要我还存在一天，就绝不会让你破坏世界的诡计得逞。既然如此，赛兔子，那我就给你植入石化病毒，让你变成一块臭石头。怎么回事？赛兔子体内竟然还有这么多红色能量在抵抗石化病毒。贝老黑，你不要白费力气了，我的粉丝那么多，他们会一直给我传输红色能量的。赛兔子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你的红色能量只能让你暂时抵抗石化病毒，我现在就去吓唬那些给你红色能量的小不点，这样他们就不敢再给你红色能量了。赛罗哥哥，对不起，都怪我自己太没用，才会被贝利亚利用伤害了你。乔妹妹，你不要难过，我们还没有失败，只要大家持续发送表情包迷惑贝老黑，让他找不到小伙伴们的位置，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得到大量的红色能量来抵抗石化病毒。